秀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白鹿。礼物人呢，肯定是于老师，《半生蜜糖半生伤》这部戏对我来说是一个礼物，就是治愈了我吧。那段时间是那段时间在选择方面也有很多纠结，然后也是比较迷茫的一个时期。蜜糖的氛围超级好，所以就很开心，然后现在为止也是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。就是你们看到那样，就是我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掩饰，可能掩饰的就是我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网易云的时候吧。对，其他的面基本上都已经展现出来了。今天比较喜欢的造型红裙子，因为本人非常喜欢大红色，然后它颜色又非常的正。